杀猪，乱杀。宋次，我看我是啥技能，诸神黄昏狼，还是灵魂靠恋狼呢？我灵魂靠恋狼，我能把人控成傻逼，兄弟。诸神黄昏狼，我阿兵别人永远没办法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灵魂靠恋。灵魂靠脸，狼人要攻击力收益不大，咱来一个灵魂靠脸能直接秒人，兄弟，而且是让别人没脾气的秒人。我想清楚了，那这一把哥们儿可就，哦，还上来是三级，那哥们儿这把可就直接咳血酗酒狼了呀，撑面板。奥拉夫术法控不住气，哎呦，塞拉斯是不？塞拉斯能偷我的莫甘娜的大吗？他不会一下偷俩？家人们 ，BGM 燃起来，天使万豪，蛮王 EZ， 冰女石头人，我靠你哥的！西内。顶级舒服，顶级舒服，家人们，顶级舒服啊！我好了啊啊！咋回事呢？加五一速，二级就是30，三级是55。哎，我放大是不是 A 不了人啊？我刚才放大能 A 人不？能的吧？我记得。妈，永劫无间玩多了，总感觉我是宁红叶开大了，宁红叶人助力。来，请出招，少侠。小 Q。干嘛呢？他这个，刚刚他拿个大虫子的大招能咬我300，他怎么不咬呢？哇，拿个大虫子的，拿个大虫子的大前期好吓人啊！这说实话，这个三秒这个有点久了，我好像控不到三秒。还有大虫子的大 CD 好的时候，头上会有个破败王的这个标，咬了一口小子。西内，哼，慢点慢点点嘞！给狼人加个伤害技能，不乱杀吗？还能减速别人20%。召唤师技能的冷却缩减提升了是吧？召唤师技能的冷却还挺短的，为什么我这个召唤师技能它冷却并没有缩减？我出了可举战斧怎么 CD 还是80多秒？死杀猪，乱杀，秒你呢宝，知不知道什么叫 power？ What is power 宝？拿下狗熊，有个暗影突袭，上塔快拆了。来，蛮王大的 EZ 看起来好恶心啊，不过好像不能阿勇双吧，要能阿勇双的话有点变态，好像不能阿勇双，不能阿到人之后勇双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西北，他没大。我以为他有大，这玩意儿主要还有攻击力加成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是莫甘娜的这个大，还有我的攻击力加成，伤害好高的，我这把就撑攻击力就是了。
家人们，这不不该想着不用大去杀的，一再陪拉克斯，你搁这块情侣套装呢？你男人的力量我所拥有，这个我惊呆了，自己男人的力量自己拥有是吧？我怎么不大他们？他妈在塔下呀！我在塔下，我大呀！我现在莫甘娜的大已经升了一级了，这个东西不吃技能结束，它只吃召唤师技能结束。我值钱了是不？哎呦，不灭的愤怒，好刮！我只能说剑圣刮的厉害。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拉克斯 Q 中了放两个大吗？能吗？这么变态啊！也是，拉克斯的男人是塞拉斯，我相信。他对塞拉斯感情很好，然后被塞拉斯利用了，傻女人。对，国服已经上线了，那我可以玩一玩。我这个算是单挑王带法。没活过是吧？是不是没活过？又嗨，狗子被一拳干晕了，还没大的，左岸怒之家堕落天使，我应该是堕落怒兽，他这隐身熊可以隐身的呀，这个有老哥想要对讲吗？这21/21这个是啥呀？这啥东西啊？我们的破败龙吗？哦，破败巨龙的枯萎，大哥这是破败巨龙的枯萎吗？这他妈不是破罗在那乱转吗？这啥东西？这是不是破罗啊？应该就是破罗吧。他好大呀！走了，我4000多块，有的是米。哦。有个熊子，想见不如飞，师傅，无伤单杀。哦，去 Serpentis， 头上没有头盔。先用英雄总是要死的，他头上也没有头盔。哦哦吼，想杀我，哦吼哦吼哦吼，这是国服吗？是的呀，确实技能冷却有点长啊，确实有点长，但是我要是想带一个这个行进，这个模式可以带一个这个叫啥来着，星界洞心，咱可以带一个星界洞心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Victory! Please, Charles!